我觉得柏林就是一个浪漫的日子，表达爱、传递爱的日子。礼物就是心意最重要。觉得那都是在电视里面的剧情，可能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礼物，一个瞬间就会让你感受到浪漫吧。都很重要吧，生活就需要浪漫的点缀。爱分很多种嘛，但是我觉得信者的爱，爱是唯一嘛。